出嚟就係想希望唔好俾一啲不法嘅僱主用一啲唔同嘅手法欺詐我哋，同埋一啲唔好嘅手法令到我哋呢個行業越嚟越差，所以我今日願意企出嚟。 多名健身教练由区议员嘅陪同下，星期一到尖沙咀警署报案，指公司以利诱方式要求佢哋推销会籍，企图诈骗消费者。入职近一年嘅教练冯先生话：公司喺结业前一个星期新增设特惠佣金。如果个客人咧做肯买3万蚊或以上咧，我哋会多1000蚊嘅 bonus 嘅。咁如此类推啦，即系多啲就再多啲咁样啦。而呢个佣金以往系冇嘅，系9月1号正式推出嘅。 冯先生又话，新投资者提出以100蚊一堂嘅酬劳同佢哋续约，觉得唔合理。我哋一路都唔知道个投资者系边位，亦都佢都冇公布过系边一位新嘅投资者。对我哋教练嚟讲，其实都系一个唔合理嘅待遇，因为本身我哋嘅佣金第一一定唔系呢个先啦，我哋嗰个堂嘅钱。咁另外，如果过到去我哋，佢只系俾翻100蚊一堂嘅每一位教练嘅，咁其实佢呢个动作。 其實可以構成咗，佢慳咗好大嚿錢。據悉，有5個舒適保健身教練已經到警署報案。